金针菇排材料有金针菇、千张、青花椰、玉米笋、太白粉、面粉、辣椒粉、盐、胡椒、油。烧一锅水，放入盐跟油，玉米笋、花椰菜直接烫熟，起锅备用。金针菇的部分呢，大概四包，把头先去掉。面粉放入盐，加水调成面糊。千张先铺在砧板上，抹上一层面糊，金针菇头对头重叠变成圆形状，然后把它卷起来。那卷的时候尽量卷紧，千张的部分要整张平均的抹上面糊。如果觉得不够紧的话，就可以多用几张千张多卷几卷，让它中间扎实一点，这样子等一下再切的时候才不会散开。卷好的金针菇卷切成三公分的厚度，把切好的金针菇排两面沾刚才我们用的面粉水，然后再沾上太白粉，就直接入锅煎。那在煎制的过程当中，可以撒上一点盐跟胡椒粉，让它有点味道。煎两面焦黄熟透之后，就可以趁盘上桌前再撒一点辣椒粉，就可以食用了。